大家好，我是 W。OK， 今天的战力来到了3900亿啊。OK， 希望今天能突破我们的4000亿大关啊。OK， 首先老规矩，先来开我们的箱子。这次不再只有命星箱，还有这些箱子啊，锦囊箱子啊。OK， 先来开老朋友命星箱，三个开。荀彧欸 ，W 要不要荀彧啊？不清楚欸，可是 W 最想要的就是曹操啊！不，马超、孙策。哇，今天 W 运气很好欸，开到了三个金色，应该有的升吧？哎呀，来看看可升星。哎呀，怎么不是启动啊？来看这个。哎呀，都是可升星啊 ！W 要启动啊，为什么没启动啊？奶奶啊！继续开我们的箱子，呜，15个箱子啊，希望能开到一个锦囊那个什么技能的，15个直接全部开起来，有没有？哎呀，也太水了吧！开了15个，全部都是那些攻击的，攻击、生命、防御。一个8000力都没有哎，一个技能锦囊都没有哎，也太难开了吧！哎呀，还是这些百分比的，这个是一定是8000力的，3个。哎呀，那么难开了，原来呀，喂，也没启动到图鉴了，没开到新的，真是的，不，伤害增加，然后命中率给你命中率吧，感觉你好像每次打不中。再来这个生命 ，OK， 好，再来搞你吧，等级2合成，2阶合成 ，OK， 2阶单体21万攻击 ，OK， 再来就升我们的孙鲁班的培养，哦，上次太阴差一点，这是8000多颗，应该能直接太阴满起来吧，最大培养并启动。哦，果然真的满了，太阴啊，太屌了，8000颗。哦 ，W 的方法你们用了吗 ？W 上一个影片的方法啊，重生回收那培养单。哦 ，OK， 继续1000个。哎呀，才那么少。OK， 再来就继续升这个吧，配饰。OK， 第二个月亮包青天，生命全体208万。然后这个很卡的，哎呀。很卡，哎呀，很卡。OK， 再来就是我们孙鲁班大境界啊，不加18。OK， 大境界起来，我们的不加18，孙鲁班生命加3653万。OK， 全部武将。OK， 到底加了多少的战力？不加了32亿啊！32亿 ，OK， 战力来到了3968亿啊！不、还差32啊，还差32亿就可以达到我们的4000亿了。OK， 再来就去我们的心愿商店吧。OK， 哎呀，心愿商店 ，W 决定要买我们的。化身啦，不，因为 W 还差最后一个化身 ，W 还差这个董卓化身，就全部红化身满了。哇，你看全部都买完了，就差你最后一个 ，OK， 4000啊，4000个心愿石头，确定吗？确定起来，不，董卓化身符 ，OK， 哎，没加到战力啊，去那个化身开起来，化身图鉴，哎。不在这里吗？红，嘿，不在这里耶，在哪里呀、啊？在这里吗？哎呀，在这里呀、啊，吓死 W 了，还以为没有啊。OK， 启动起来。OK， 18000的攻击。OK， 再来继续图鉴啦。好，启动我们的图鉴啊，49000法防，法防18000。然后竞技减伤18000 ，OK， 启动我们的最后一个红化身啊！到底能不能带 W 冲破4000亿，就靠你了 ，OK，
哎呀，什么龟，什么屁股啊，才加十亿啊，奶奶啊，你才加你奶奶的十亿啊，战力才来到了3979亿啊，哎呀，才加十亿那么少啊，他不要还以为这个化身会开很多啊。OK， 就剩你吧，强化升五级。OK， 强化多少？哎呀，对呀，八十了，很好很好，3981了，不，还差20亿，还差20亿，才4000亿啊，奶奶的，又是差一点啊，每次都差一点的啊。OK，W 就来看看后期之秀们到底成长得如何了。OK， 来，喂，首先是这个阿拉斯加海湾啊，阿拉斯加海湾4244亿。OK，VIP 15是吗 ？OK，W 今天就挑战 VIP 15起来，不、哦、挑战什么？挑战4244亿，直接来个月战。200多亿越起来 ，OK， 蜀国是吗？蜀国 ，OK，W 即将要4000亿了，看看 W 能不能越战4200亿，直接越个200亿来 ，OK，OK，、OK? OK, 他的张飞 ，OK， 我的金毛狗喔喔 ，OK， 喔喔出来了 ，OK， 我的等德也出来了，等德 ，OK， 他的等德 ，OK， 呼，瞄起来能不能？哎呀，不能不能。来靠连击 ，OK， 连击，呜，奶奶的，瞄到张飞了，他后面那个差一点就死翘翘了，他后面那个是谁呀、啊、？OK， 姜维，很危险呢，现在是，哎呦，他的张飞复活了，现在是四对五啊，有没有可能赢啊 ？OK， 补血，闪避，神分天下，哇、哦！太公，黄子韬 ，OK OK， 我的金牛 ，OK， 哎呦，龙啸九州 ，OK， 再瞄，哇、哦！再瞄，我们的张飞瞄起来。OK， 焚天烈焰 ，OK， 哇，四对四哎，哎呀，四对四啊，有可能逆转啊，哎，奶奶的3对4了，有没有可能赢？八卦破阴阳，就靠你了，太史慈啊，带 W 月战200多亿，就靠太史慈和我们的。顺鲁班啊，3对2啦，3对1啊，剩下诸葛国，剩下一个诸葛国六星 ，OK， 你看 ，W 的四星太史慈，四星顺鲁班一样可以打爆六星的诸葛国啊，越战了各位啊，不，太屌了，哇 ，VIP 15啊。什么屁股啊 ！VIP 15来 W 的太史慈760亿，哇！他的张飞530亿，他的姜维377，然后 W 的孙鲁班199，哇！周瑜给力啊，209亿，周瑜啊 ，OK， 不，阿拉斯加海湾是吗？什么是阿拉斯加海湾啊？好像是那个什么河啊？哎，不是那个什么海。什么两个海不一样的海，然后永远都合不到在一起啊！哎呀，什么屁股啊 ，VIP 15啊 ，W 月战你200多亿了，开什么玩笑？你做乜嘢啊？你还 VIP 15啊？你要不要加入 W 的会员啊？成为 W 会员 ，W 就教你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 VIP 15啊！你真系唔得啊你 ，OK？哎呀，赢了奶奶啊！哈哈，说真的 ，W 没有想要认真。
真去打，因为差太远了，战力。哎呀，是 Q 啊！所以 W 在之前都没想要说话，只是随便按一按看能不能赢啊，还真的赢了，不赢了 Q 哎、欸，这个 Q 啊，这个 Q 啊，他之前一直叫 W 越战他 ，W 今天就越战你啊，奶奶啊，还真的给 W 赢了，不，太史慈800多亿，孙鲁班200多亿，他的张辽500多亿，他的许珠300多亿，不 ，W 孙策100多亿。哎，他的巡也有300多亿，哇、哦、，W 又越战了、啊，他的战力很高哎、欸，他的战力4800亿、啊，开什么玩笑 ？Q 啊，魏国啊，你看4874亿啊、oh. ，W 真的没有想过想要赢他的，因为战力差太远了 ，W 的战力才3980亿啊，差了差不多多少亿啊？差了差不多几乎快1000亿了。应该有约到900亿吧，99 199 298，对呀、啊，约了900亿啊，各位、啊、，W 约占900亿啊，太狂了吧 ，W 没想过会约到那么多啊，都快1000亿了哎 ，W 真的没有想要认真去打 ，W 真的，真是太出乎意料了，因为这个 Q 真的一直在说。你来越战我啊！你来越战我啊！为什么要一直打低你的战力了？哎呀 ，W 真的越战到了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我的天哪，看到了吧 ？Q，W 越战打爆你了，越了900亿啊！开什么玩笑啊？不，那么想被 W 打爆啊？这个 Q， 哦啊啊啊 ！OK 啊，再来看一下是到底怎么赢的吧。OK， 看过程，加速起来。哎呀，原来 W 那么屌的，越战了那么多啊，不可思议啊，各位。OK， 瞄起来，怎么瞄不到？再来连击，瞄起来。哎呀，他的张飞差一点啊，张飞差一点就被秒了，差一点呐、啊。OK， 喂。鲁肃啊，你要出招啊！鲁肃出到招吗？必杀技，鲁肃必杀技，呜！鲁肃复活出到必杀技啦，太感动啦 ！OK， 晕 ，OK 晕，又被复活，嘿呀 ！OK， 魔灵咆哮，5对5哎、欸！太刺激啦，5对5啊，各位 ，OK， 呜，烧死了他的张辽 ，OK， 哎呀，姜维也被烧死啦，4对3，加油，4对3，哎呀，很刺激啊，3对3啦，完蛋啦，3对3，赶紧打爆啊张飞啊！3对2哎，他的张飞快点死翘翘啊！他的张飞很烦啊！哎呀，2对2了，2对2哟！张飞死了，就胜券在握，因为化身吕布奈何不了 W 啊！不，这就是过程了。哎呀，终于看到过程了，奶奶呀、啊！太不可思议了，竟然真的能越战到啊！700多亿太史慈啊，200多亿，400多亿鲁肃，果然保住了鲁肃，让他出到必杀技就很屌了。他的火烧人好痛哦！哎呀，姜维就活生生的被他烧死了，哇、哦，太爽了！越战300多亿啊 ！W 今天一直就打越战越起来了，不 ，OK 打呢。打爆4000多亿 ，W 现在3980亿，差20亿到4000亿 ，W 在还没踏进4000亿这个门槛，打爆4000亿全部起来，不 ，OK， 好，最后来打我们的哥斯慕容，不，3984啊，奶奶呀 ，W 3980啊，哎呀，不能先手了，被他先手了，哎呀，他的战力跟 W 觉得很靠近哎、欸。高了 W 4亿，
就拆他奶奶的四一一 ，OK， 就拿到先手了 ，OK， 看看 W 能不能越战他 ，OK，W 虽然身为后手，可是应该可以越到战吧？他的张飞复活，再次瞄起来就对了，你飞，哎，你复活 ，W 就再次瞄起来一步 ，OK， 可以嘞，天师 ，OK 啊 ，OK， 四主逆贼。天佑江东，哎呀 ，W 知道为什么啦 ？W 知道为什么有时候鲁肃啊打过去对方，然后为什么对方其他武将中不到伤害，只有姜维中到伤害啊？原来是姜维的那个必杀技啊，改变他的攻击范围，变只是攻击他一个人啊。所以 W 的打全那个鲁肃打全体的技能，竟然变成只是打姜维一个人而已。哎呀，怪不得啊，每有时候鲁肃打全体伤害都打不到伤害啊，只是打到姜维一个人啊。可是 W 还是越战啦，而且哇，而且还六只都在场诶， W 没有一个死翘翘诶。哇，太史慈啊，四星太史慈打天下，越战起来啊，600多亿啊，太屌啦。哇，张飞100多亿，姜维200多亿，哇，孙策又给脸了，孙策100多亿 ，OK， 不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了，各位，哎呀，真的没想到啊 ，W 竟然能越战了900亿，太夸张了吧，哎呀，因为 W 现在的吴国啊，还是处于比较弱的状态啊，因为那个紫金是那个孙坚啊。因为孙坚还没出来啊，所以吴国是比较弱啊，然后魏国是比较强的，然后蜀国也不错啊，群雄也不错啊，因为群雄也是有那个袁绍嘛，就只是吴国就是最弱的目前来看。可是 W 没想到，没想到 W 的四星太史慈和四星孙鲁班带 W 越战了900亿啊，太夸张了。而且那些本来 W 也没想过会赢的人，好像4000多亿的 W 也从来没去点过。哎呀，没想到还真的打赢了，太屌了！看来 W 要对自己有信心一点啊，下次打多一点这些4000多亿啊，奶奶的，之前都没什么打他们啊，因为 W 一直以来都觉得应该打不赢吧，差太远了。哎呀 ，OK。之后就一直打爆起来就对了，不 ，OK，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点个赞、打开小铃铛。就这样，大家我们再见。